全人间客，是一众生与爱难求。掸去尘埃又会如何？此心可悟不可修。造化酿成风月一滴泪，伫立的悲心梦蝶梦秋水，万劫终不会再流到掌间。 一曲天归，造红尘不须百转千回。芙花开，望年岁，惹菩提潸然低眉。藏宝之处。 不愿昭告天下也不奇怪。这墓碑有点东西啊！这好像可以擦掉的。立功了，立功了！我的生机又添了一分。发我丘者诛。哎，这都说不听前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哥儿几个，要不然咱们就听这墓主的话吧，咱别进去了。生为死之门，死为生之所。 木门通向鬼门关，扰我梦者无骨还。不过都是些唬人的话罢了。若真是有鬼，我们几人联手，何愁不斩于刀下？还是莫要耽误时间了，大家快寻找入口吧。凡人怕也就算了，你至于吗？大鱼吃小鱼，小妖怕大妖，这人之常情嘛。再说了，我根本就没有怕，我只是怕你像上次那样遭人暗算，到时候还得我站出来保护你。行，那不如从现在开始保护吧。哎，你就不是那个，你走前面。嘿，白漂亮，你不用担心。原来以为这墓里会有很多机关，你看，我们不是顺顺利利的进来了吗？ 外面的盗洞挖的比路都宽，什么机关陷阱早就被以前的人给破了，不用担心啊。那照你这样说，之前进来的人没有一个人活着出去的。哎呀，这次有我们在，你就放心吧，赶紧走吧。各位，这边。安全。哇，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。这些石像是照着贵妃娘娘刻的吗？好漂亮啊，是不是啊？二哥。二级侧进，别动！他们这是怎么了？这里似乎有一股极阴邪的气息，看来是某种阵法。你待在这里别动，我过去看一看。来了这么多小贼，你是生得最好看的那一个。你是墓主，是如何，不是又如何？是是非非，万般皆空。情是假的，爱是假的，只有恨才是真的。你恨，杀了你的君王。 我早就把他忘了。现在，谁抢我的东西，我就恨谁。别动！别回头！ 我果然没猜错，你肯定掉进某种法阵当中了。你刚刚在石像前站了一会儿，然后就突然发疯，其他人也发疯。那个金女侠差点刺伤了你，你也差点刺伤了她。它是传说中的错魂阵，跌入其中，掩而不变，四时相跌，不死不休。我看到的都是过去和此刻跌进阵法的人，我们一直在自相残杀。此阵乱人心智。 对妖来说，确实没有用的，所以你才没有中招。啊，对啊，看见我被困，你居然没有逃跑。那当然了，我可不是那种始乱终弃的人，我很仗义的，好吧？始乱终弃，怎么能这么用呢？ 哦，你怎么知道？蒙着眼可以救我。我刚刚看那个骑虎被骑牛刺伤了眼睛，突然就不发疯了，我便赌了一把，没想到是真的。这回我可救了你的命啊，不许再抵赖了。这个法阵应该是通过石像的眼睛发动，只要你盯着他的眼睛看，就会被控制，反而你闭上了眼睛才能走得出去。行，那我们走吧。哎，怎么走啊？这些石像动来动去的。 现在路全都变了，而且这个墓室是个圆的，处处都一样。刚刚跟我们那些人已经不见好一会儿了，怕是有人在错魂阵上叠加了幻影术。那怎么办？劳驾你用手挡住我的眼睛。用手挡你？你直接闭上眼睛不得了吗？你闭上眼睛，我拉着你，咱俩冲出去。怎么这么多废话？走。哎，小心！ 我们居然转出来了！哎，睁眼，可以了，我们转出来了。你看，我是不是很厉害？嗯。我这是被过河拆桥了吗？哎，嘿，哎，说话。 什么声音？这不是秦明阳吗？他中错魂阵太深，也是无救，注定癫狂致死。倒不如给他来个痛快。等等，让我来试试，或许有救。 怎么样，我厉害吧？以前是我小看你了，没想到你还真有点小本事。当然了，我说过我可以保护你，就算你跟他一样迷了魂，我照样可以救你。张口就咒我，看来又想进去了。哦，不是，你知道我这个人呢，我一得意就爱忘形嘛，理解一下。哎，你走了，他怎么办？ 不是说你要救他吗？你先在这等会儿，等我们找到出口以后再回来救你，坚持住啊！哇，怎么又有这位贵妃啊？哎，你别看了，这没准又是什么法阵呢。已经看完了。 确实有阵法。啊！站远一点。八卦图，奇门之术，流传了很久了。此乃艮离之卦。艮离之卦。 生门居北，死门于坤。没准真木的出口是在生门之后，怎么回事？哎，这哪儿啊？手。 摸够了没有？抱歉，我不知道你在想。哎！你干嘛？蝙蝠。爬够了没有？蝙蝠已经走了。哦。 你看，这有块墓碑。帝王无情，贵妃何辜？吾等奉命修建此墓，自知罪孽深重，由此生门，盼贵妃之灵，可经此逃出升天，免受镇压之苦，早登极乐。之前墓碑所说的“生为死之门”。 死为生之所，也就是说，生门背后是死境，死门背后才有一线生机。此处有蝙蝠栖息，可见一定有出路。这个秦明阳装疯害人，想独吞宝藏，谁知道还救了我们，真是命运弄人啊！是不是？王念耗费灵力救他。 要救人，人却害人，这世道和我想的不太一样。那你本来想象的是什么样的？哎，咱们要不上去救他们吧？这个秦明阳死有余辜，死就死了，可是其他的人是无辜的。走吧。哎。 唐天师，您英勇无敌，破法阵如拈花般简单，一人阻挡万妖。而我实在没什么本事，不如这样，我就在这里等着你，凯旋如何？你放心，我不是不想陪你，只是这段时日我一直被关在葫芦里面，我腰力不济。再说了，这个甬道也太长了，我根本就飞不上去嘛。无妨，抓紧我即可。这不合适，这不合适。嗯，你说的也挺有道理。 带着你一个人的确不合适，那就进葫芦里吧。什么都不说了，师兄弟一起走。哦！救救我！怎么回事？你怎么好像老了几十岁的样子啊？他吸走了我的命。什么？ 一命千秋，莫非是七曜神域？是不是有人夺走了你的寿数？寿数天定，还能抢夺？他可是带了什么法器？他用什么？怎么回事？死了？ 一说到关键时刻，怎么就死了呢？你说完再死好不好，大哥？速速离开，走吧。宇恒是凡界最强的捉妖天师之一，一直隐居东海。前段时间收到线报，他曾途经兰溪镇捉妖。 但是并无确凿证据证明他捉的是颜旦，他的丹房外，皆是凶险万分的捉妖法阵。你真的想清楚了要一个人硬闯啊？更何况你看看这里，东海地界，你要是被龙族的人发现了，那怎么办？只要有能找到颜旦的一丝可能性，无论是刀山火海，还是黄泉碧落，我也一定要抓。 什么妖，竟有如此的法力？你真幸运，这里面不是他。否则今日的教训，绝没有这么简单。 幕的人，除了这个秦明阳，全都不见了，恐怕是凶多吉少。而且他那个寿书是谁取走的？难道真的是贵妃？贵妃冤魂，不过是阵法所化，屋中以物宝藏，传说却愈演愈烈。只有一个可能，有人在装神弄鬼。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鸟多人就多。跟着鸟来，果然有人。他说的没错。姑娘，姑娘，这很危险的。你刚刚说什么？他说，是谁啊？嘘，他是我娘亲。他还说木门通向鬼门关。 你们千万不要打扰他睡觉啊！小姐，小姐，你怎么又到这个地方来了？啊，这是我们家小姐，从小生病坏了脑子，成日里疯疯癫癫的，爱说胡话，二位莫怪啊。这里乃是荒郊野岭，你家小姐为何会跑到这里来？二位有所不知，我们沈府呢离此地很近，最近啊因为闹鬼闹得太凶了，所以才一不留神让小姐跑了出来。 哎，我看二位的装扮像是江湖能人，不知道会不会驱鬼啊？他们是坏人，我们快回去吧。他们是从地狱里爬出来的恶鬼，快走，快回家！你们看，我们小姐又开始说胡话了。若二位能还我们沈家安宁的话，我们老爷一定会重金酬谢的。行啊，正愁没地方去呢，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哎，那请随我来。 去，把天庭赏赐的天仙玉露也拿来，给太子妃解解渴。别叫我太子妃。我们的父王正在大殿商议婚事，早叫些时日又何妨？还是说你害羞了？父王教导我，龙族是天庭的前锋。 练兵之道，不能有一日懈怠。我们东海的士兵都是由我亲自训练的，你们南海的士兵能接下已经不错了。赵兰，等我们成婚之后，我让他们都当你的亲卫。赵兰，你相信我，我会保护你一生一世，不会让你受半点伤害。 谁让你保护？我自己不会打吗？太子殿下，属下为您炼丹的丹房被一只妖毁了，所有丹药无一幸免。 属下已奋力一战，奈何此妖，妖术奇诡，能纵水火。能纵水火，这妖长什么样？此妖皮相修得甚好，属下也没能看出原形。不过在打斗时，发现他腕上有一个似花似鱼的印记。云墨。 竟然还没死！传我命令，派出所有精锐，不惜一切代价追杀此妖。是。我们家湘君与常人有所不同，为了让他不遭人白眼，我就把宅子设到这个人烟稀少的地方。当初风水先生说此地阴气太重，一招邪祟，可当时我没有放在心上。现如今，唐天师，我看你年纪很轻，果真有办法对付恶鬼吗？ 晚辈是凌霄派弟子，自幼便修习诛邪之术，您请放心。啊，恕老夫有眼不识泰山呐！原来唐天师是赫赫有名的凌霄派啊！啊，唐天师，可曾婚配？啊，沈老爷为什么会这么问？唐天师，您出身名门，又有一身的本事。 您沉稳持重，如果不嫌弃的话，可否能娶我小女湘君为妻？啊，我知道，是我们家湘君高攀您了，但是我们沈家有良田千顷，商铺数介，金银绸缎数不胜数。如果您肯答应的话，我可以把沈家的一切都给你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您继续。 我就有点意外，我本来以为今天上演的是降妖伏魔的戏码，没想到才子佳人的美事儿。我知道，是我太心急了。我是一只脚迈进棺材的人了，唯独放心不下的，就是湘君的归宿。这孩子八字轻，一朝邪祟，寻常男人见了他。 不是怕，就是讨厌的。只有唐天师您，您不但不怕他，您还有本事保护他。如果您答应这门婚事的话，哪怕是做妾也行，我这心也会安的。阿爹，沈老爷托孤托得这么认真，别推辞了吧。别人想要这种好事还求不得呢。 夫人不必试探我，我此生为你而已，绝不纳妾。你叫我什么？夫人。嗯，她是你夫人。啊，私定终身，尚未禀明师门。私定终身？哎，这种话不可胡说的。夫人难道忘了，我下聘时曾送给你一个玉葫芦？记得。 原来如此啊，是我们湘君没有福分呢。沈老爷，凌霄派出轨自有秘法，以小妖投食便可将之请走。只要出现宅中恶鬼，沈小姐便可以安然无恙。唐天师所言极是，这天色已晚，我让下人安排厢房，你们早点休息。驱鬼之事，咱们明日详谈。拿我当桃花，还让我睡在地上，你不觉得你这么做有一点点的不妥吗？沈老爷只给安排了一间客房，确实不妥，大概是想试探一下我有没有说真话。我这个人呢，最怕着凉了，我一着凉就睡不好觉，就会起来梦游。我梦游很恐怖的哦，难道你不怕吗？你不梦游也很吓人。 你确定要这么继续盯着我看吗？唐天师，你之前跟我说过，世间本无鬼，所以你跟沈老爷说，如果遇到恶鬼的话，就投妖请走。这是随口一说的，对不对？ 唐天师，哎，再吵就是真的。怎么回事？ 唐天师，醒醒，醒醒！你是谁？你怎么了？我会这样，全都是你害的。你欠我的，为什么不还给我？都是我害的，我欠你什么了？你要我还什么呀？ 欠了我半颗心，这是你害的，我要你还给我。心口好痛，如梦中一般。莫非是他对我施了妖法？傻了？我不是故意打扰你的，是真的闹鬼了。你听。 像是从西边传来的，好刺激！我们快出去看看吧。你打字不打，好奇心倒不小。嗨，你我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吧，我虽然是谎话连篇，可是那句“成为天下第一换本大家”是千真万确的。为了此志，当然要多多经历，多多观察啦。走啦。 蠢货拿灵火骗人，快来！我们，既然对方用这么老套的招数引我们出去，那我们自然不能辜负这出好戏喽。你不是最喜欢打架吗？机会来了，打他，看他到底是谁，杀！ 不是一向最讨厌我们妖吗？你刚刚为什么要血肉之躯救我？大概是一时无良，想报救命之恩吧。你干嘛？你别误会啊，我只想看看有没有伤到你心脉。你们凡人不都靠这活着吗？我可赔不起。欠了我半颗心，我要你还给我！我要你还给我！ 哎，干嘛？别碰瓷啊！刚刚还好好的吗？不是？碰你个大头鬼！我没事，不用你管。啊，奇奇怪怪，谁要管你啊？我是看你救我的份上才管你的好吧？哎，走啊！ 看看去。小姨啊，对不起啊，不起呀！对不起。哎呀，先是这个神秘人设局埋伏，再是沈老爷埋花葬骨，这一夜到底演的哪一出啊？ 从娘娘墓到神府，这故事简直是越来越精彩了。唐天师，要不然咱俩打个赌吧，看谁先拨开云雾，怎么样？你想赌什么呢？拨开云雾啊！要是我赢了，你就放我走；那若是你输了呢？那，就任凭你差遣呗。我不赌不也一样吗？哎，不一样，不一样！打赌嘛，是博一个好彩头。你想想。 自古天下英雄，哪一个不是争强好胜？而且，你难道不想凭真正的实力赢过我吗？无聊。哎，本来想着你答应打赌，便把这个送给你，现在便宜你了。 你是散花童子吗？上次给我的花瓣我都没有用，他呢，只是提前设下了阵法，才敢偷袭我，没什么实力，伤不到我的。那我就不给你了。拔都拔了，多存一片，留着下次用。奸诈小人。 囚笼锁都用上了，敖轩，出来吧。没来啊？那可不好玩。囚笼锁以血祭锁，天人难逃，别白费力气了。给我杀！ 东海龙族，不过如此。沈老爷，所以我们思来想去，还是决定来找您了。原来我夜夜离魂，并非闹鬼。 而是梦游，所以沈老爷，您让我们捉的鬼就是您自己啊？想必是吧。后院花圃中的泥土十分的松软，想来这梦游症不是第一次发作了。沈老爷如此犹豫，是不是想到别的什么了？哦，对了，沈老爷，花圃中所埋的尸骨是谁呀？ 什么也逃不过唐天师你的眼睛，家中隐秘之事，本不愿与别人言说，而为第一次来到我府就撞破老夫的心结，想必也是一种缘分。花圃中埋葬的是我的亡妻小姨，她是朵西族人，尸骨而葬不设棺木，那是他们的习俗。 朵习俗尸骨而葬，怎么听上去这么耳熟啊？那你深夜葬花也是习俗的一部分？不，我梦游去见小姨，是因为我曾无意间见到湘军在偷害人，是我对不住小姨。哎，沈老爷，你家小姐不是脑子……她不是神志不清吗？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可我亲眼见到湘军在枯井旁偷害人，用妖术谋害人的性命啊！你怎知他使用的是妖术？朵西族人擅长使用妖术，我和小姨青梅竹马，多少也略知一二。可是小姨死得早，不可能教湘军这些，所以湘军一定是中了邪。唐天师，就算我求你了，若能还我原来的湘军，我死也瞑目了。 这井倒是挺深的，不过里面什么都没有。哎，你相信沈老爷说的话吗？奇奇怪怪的沈小姐被邪魔附身了，怪不得他想让你娶她女儿呢，是想让你替她治病啊。沈老爷的发妻在沈小姐年幼时就已经去世了，花棚所埋尸骨确实属于年轻妇人，而且有些年头。 地上有东西，哎，那不是那个妓女侠吗？可就算她遇害了，这也才刚刚分别一日啊！一日之间化作枯骨，定是邪术所致。看来。 正应了沈老爷的说法。翠色的回忆是月落如霜，满地碎木枯黄。会走出一滴泪，吞海银浪，执迷于遗忘。走到从此天各一方，走到你乡。回过头，为我生遗忘。 催眠的缘分在暗夜里藏，情字落晚香。寂寞的汤烫出思念的伤，遗忘随月亮。洗尽纤尘仍有你依稀模样。轮转中为思念疯长。 一世繁华，人间一场落花风，平添一池落花钟。看破红尘的眼红，你是遥遥天上一捧秋月容，只敢潇洒不敢浓。梦中有两人。